今天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是夏天里的成长。成长肯定是一年四季都有的，然后作者呢在这里要着重跟我们描写的是夏天里的成长。那夏天里的成长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课文里来看出来。我们在学习课文之前呀，我们先来看看里面的字词句。首先看词语，迅速，是吧？速度高，非常快，是吧？迅速增长，迅速奔跑，这些是吧？表示啊快的意思。然后第二个，活生生，实际生活中的，发生在眼前的，就是啊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啊非常好理解的词语哈。继续往下看，这个是苞蕾，其实指的就是花骨朵，还没开成花的那个花骨朵。还有菜畦，这个指的是有土埂围着的一块块排列整齐的种蔬菜的田地，就是菜畦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这个呢是苔藓。苔藓植物是一种小型的绿色植物，结构非常简单，只有茎和叶，一般情况下只生活在这种潮湿的环境里，或者一些裸露的石壁上，潮湿的森林或沼泽地里。这些说大家都不好理解，看这幅图大家就知道苔藓是什么了。说看到图就可以知道，很清楚的看出来，这就是苔藓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节课涉及到的一些词语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几个词语搭配，迅速生长，迅速前进，迅疾回家，是吧？又要迅速又要着急，赶紧回家。然后迅猛增长，急速行驶，火速行动。要注意词语搭配的时候应当适当，对不对？不能瞎胡乱搭配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我们来再继续看一看词语的拓展，比如 APP 式的叠词，活生生是一个，对吧？还有软绵绵、喜洋洋、乐滋滋、白生生、兴冲冲、软乎乎和硬邦邦，这个都属于 APP 式的叠词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黄灿灿，这些都是属于这些词，大家课下的时候可以再想一想啊。我们今天先来看看写夏天的生长的这个作者是谁。他叫梁荣若，是河北省的人，是中国作家、教育家，并且呢他曾经还在山东省主编过《民众周刊》，他的作品也非常多啊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写的这篇课文吧。朗读课文呢，我们能够找到文中的中心句吗？中心句就是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，是不是？夏天的生长主要围绕的就是这句话呀，这是我们整个的中心句，是吧？整篇文章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那是从哪些方面来表现夏天就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这句话的呢？你看课文啊，通过植物、动物在夏天生长迅速，山河、铁轨、柏油路等在夏天里的生长，中小学在夏天里的生长，三方面来表现的这句话。那是就是说有动植物，还有一些山河、铁轨、柏油路，包括中小学，它都在夏天里成长，它们又是如何来成长的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那我们先品析一个小句子，生物从小到大本来是天天长的，不过夏天的长是飞快的长，跳跃的长，活生生的看得见的长，是不是说到夏天的时候这些生物长起来的速度变化了，变快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这句话，怎样怎样的长，又怎样怎样的长，对吧？这又用的是一种排比的修辞方式，概括的写出了生物夏天生长迅速的特点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写的一些生长特点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排比的修辞手法呀？对不对？好，继续看，
那你从哪句话可以看出来，生物就是这样飞快的长、跳跃的长、活生生的看得见的长的呢？我们通过植物啊，比如绿蔓、竹子、高粱、苞蕾等等，是吧？都有生命的苔藓、草坪、菜畦，是不是它们也都是生长的非常的迅速？那动物呢？小猫、小狗、小鸡、小鸭，它们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，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生物长得快了？然后，那我们继续看一个句子，人也是一样，要赶时候、赶热天，尽量的用力量的长。那是什么意思呀？你感受到了什么呀？其实就是说，在热天的时候啊，不是指的是季节，而是指啊有利于啊学习知识的，有利于成长的时间。环境的要主要指的就是啊青少年时期，这时候是啊人生长最迅速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这个热天去生长，对吧？然后还有长，不仅仅指的是身体的成长、年龄的增长、体重的增长，还要看知识的积累、认识的提高、对时间的珍惜、对机遇的把握，要努力学习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中小学这个成长，他们不光指的是在夏天，而指的是这个热的时间是适合人们学习知识的时间，适合人们积累的时间。长也指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这些变化，更多的是一种知识、见识、认识的增长。所以这就是这句话这两个字。那我们来看，人生的夏天呀，其实指的就是人的青少年时期。那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是一定要在青少年时期珍惜时间，积极的争取知识、能力、经验的成长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个阶段不要错过时机，一旦错过时机，后悔莫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抓住青少年时期，好好努力的积累知识，促进自己的成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整篇课文通过描写夏天里万物迅速增长，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我们要珍惜宝贵的时间，抓紧一切时间来锻炼和学习，快速的成长，并且增长才干。所以动植物的生长是真正的夏天是在生长，而人的生长是热的天，指的是人最适合生长的阶段，青少年时期。同学们，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你们一定要抓住时间，不要浪费时间哦。这就是这篇课文想告诉我们的。好，那这里呢，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谚语，这主要是讲的是植物的生长过程，以及和我们的这个24节气联系到了一起，大家课下读一读，念一念哦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